是对于小号来讲呢，也是非常兴奋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很骄傲的把他的手肘抬起来呢，然后呢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也很骄傲的，可以展示他的闪亮亮的乐器给所有人看。你看吧，我们很厉害，你看这么亮的小这个乐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是不是很骄傲呢？徐老师。